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cott。今天哇，太开心了，因为冬天呢，怎么可以不来滑雪啊？这次我们又回到我最喜欢、超级推荐新手和每个大家庭的滑雪山了 ，Silver Mountain。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冲吧 ，Let's go。谁知道完美的一天就这样子快速的过去了，哪呢啊？不过之后会上传一些有关滑雪的知识，比如说新手该注意些什么装备啦、票价啦等等。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不要忘记帮忙按赞、订阅和开启那个小铃铛，以追踪我最新时间的最新影片。好，大家下次见喽，拜拜。